兄姐妹，欢迎参加今天的网上崇拜。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45篇17到21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的大牧人恩主耶稣，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圣殿里面，一起来向你屈膝跪拜。愿普天之下凡有血气的都来称赞你的名。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名在万民之中被尊崇。主，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我们是一群污秽的罪人，我们又生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有得罪你的地方，主，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主，求你赐我们一颗谦卑敬畏的心来寻求你，求你赐我们悟性，赐我们记忆，能够把你的话语记在心里，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安静谦卑的心来亲近你。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通过你的仆人向我们显明。主，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感恩，求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教会即将在10月18号举行的会友大会，能够平安顺利的进行。也为我们教会重新开放的计划祈求你的指引，让我们的执事和牧师能够根据我们公众的卫生，根据我们政府的建议，能够制定一个合情合理的教会开放的一个计划。主，特别为到9月份我们即将开学的我们弟兄姊妹的孩子们的献上特别的祷告。主，他们即将进入校园，主要在学校里面跟老师、跟学生、跟他的同学们一起来互动。求你保守他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不被病毒感染。主，求你也看过他们的学业，当他们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愿他们来呼求你的名，来寻求你的帮助。更求你看过他们在他们学校里面结交的朋友是虔诚敬畏你的朋友，愿他们的信仰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不至于迷失的方向。主，也特别的也为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一些孩子来祷告，为 Rogers， 为 William， 为 Henry， 为 David， 为 Frank， 为 Cindy， 为 Irene， 为在美国的 Peter， 为 Jessica， 为 Alex， 他们这些我们弟兄姊妹的孩子，即将进入学校的孩子来祷告。我们把他们的学业、公共经济、他们将来的在学校的生活、公共经济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特别为我们国会堂的唱诗班来向你献上感谢，感谢尼克弟兄，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心思，付出那么多的时间来服侍唱诗班。他们即将有2个星期的休息，主，求你让他们在2个星期的休息里面能够身心灵得到休息，得到恢复。也特别感谢Cassie 的女儿 Serena， 还有 Cindy 的儿子 Frank， 他们在他们的假期的时间里面忠忠心心的来帮助 Nick 弟兄来剪辑
来编辑我们教会的视频。他们即将开学了，就你看过他们在学业上能够集中精力把学业搞好。我们也为生病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来祷告，特别为 Judy 的大哥来祷告，他不幸由梯子上摔下来，摔伤了骨头。求你看过他能够完全的康复，求你借着 Judy 把这个得救盼望的福音传给他的大哥，也为 Cathy 他的脚的扭伤能够快一点康复的向你献上祷告。很感恩，这个星期他去医院检查都没有大的问题，就是继续看过他的脚能够在他的休息静养期间能够完完全全的恢复。也为到我的妻子小祝已经2个多月没有发作癫痫，也向你献上感恩。都要祈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求你完完全全的医治他的癫痫，哪怕医生认为他的癫痫是不可能完全被医治的，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手能够有能力医治他。也求你继续看顾 Elaine 在重庆在国内的她的婆婆，主这个重病中的婆婆，看顾她的婆婆在身体病痛的时候，她也愿意来向你发出呼求，你就安慰她，你就医治她。主，我们也为到工作职场上的弟兄姊妹来向你献上祷告，为 Harry 弟兄来献上祷告，主求你让他在工作场所里面能够你赐给他像约瑟一样的智慧和聪明，他的工作他手上所做的工都蒙你赐福，凡事顺利，让他的老板让他的上司能够看到他在工作里面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就赏赐他给他机会。主，我们也为小红姊妹来献上祷告，小红一边要上班一边要照顾孩子，主求你让他在 Henry 上学期间能够可以有一个更安心的时间来工作。也为文丽姊妹她的生意来祷告，在瘟疫期间生意很不好做，求你给赐给她信心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仰望你度过这个暂时的难关。也为继续为苏珊的先生Kevin 来找工作，继续仰望你为他开路。特别感恩 Rebecca 姊妹上个星期找到了在黄大英医生那里找到了实习的工作，求你继续看过他将来实习结束以后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可以有收入的一个的工作。也为 Rebecca 他渴望有一个找到一个敬畏你的和他很配合的男朋友，求你为他预备，就像你为以撒预备妻子一样，求你也为 Rebecca 预备一个你心意中的男朋友。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恭恭敬敬仰望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Thank you.
今天有两件的事情要继续要通告大家。一个是我们的年度会友大会，我们将在今年的10月18日星期日的下午举行年度会友大会。今年我们要求所有参加会友大会的会员要在今年的9月6日之前报名注册，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的教会章程要求必须要举行本人亲自出席的会友大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通过网络的形式开会了。注册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公共卫生的指引，以安全的方式安排举行会议。对于不能亲自参加会友大会的会员，我们也还将让他们能够通过在线的方式观看会友大会，但是不能亲自出席的会友就没有投票权了。有关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等详细资料，我们将在报名结束之后提供给大家。第二个是我们教会教堂重新开放的计划，我们继续在为小组聚会能够在教堂重新开放做准备的工作。我们将与各小组事工的负责人联络，告诉他们我们关于教堂重新开放的新的规定、政策和操作指引，并回答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小组的负责人，并考虑在教堂聚会，请联络执事 Michael Lin。 如果你对教堂开放有任何的疑问，也请联系我们的执事 Michael Lin、Brian 或者 Rowan。
天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0:17-24。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了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艰难困苦，但只要找到了使命，再苦再难也不畏惧。使命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力量，给我们心灵带来满足。保罗在三次旅行宣教中，穿山越岭，漂洋过海，足迹遍布半个罗马帝国，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也创造了很辉煌的成就，建立了很多教会。不过8年的奋斗和辛劳结束之后，在前面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更沉重的捆锁和患难。但保罗一点也不灰心，内心充满坚定，因为他相信使命比性命更重要。他知道，为了完成使命，哪怕失去生命，最后反而会得到生命。我们与其在舒适和安逸中虚度生命，不如像保罗那样甘愿失去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使命比性命更重要。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使命比性命更重要。上一次我们讲到保罗在以弗所取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功，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保罗并没有停留在自己的成功当中，他要继续的往前跑路，去追随神为他安排的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去罗马宣教。但是神的安排不是让保罗以自由的身份去传教，而是以一个囚犯的方式去罗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伤感，保罗知道自己能够自由行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和自己亲手建立的以弗所教会见面了。他就利用最后的机会，跟他亲爱的教会做最后的告别。我讲的第一点是伤感的告别。使徒行传20:36-38，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
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关系就像亲人一样，生离死别是非常伤心的时刻。我每次回国去看望我的父母，最难过的时候就是和父母分别的时候。每次我临上车之前，我的爸爸都会故意转过他的头去，偷偷地抹眼泪，不让我看见他在流泪。保罗这一次跟以弗所教会的分别，很可能就是永别了。这一群以弗所教会的大男人都忍不住痛哭流泪，每一个人都轮流去跟保罗拥抱，和他亲嘴告别。一个人在和亲人永别之前所说的话，一定是他最想说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来看保罗说了一些什么话。保罗在和以弗所教会告别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小结。他对自己人生的小结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使命比性命更重要。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真为保罗感到难过，真想为他哭。保罗三次的旅行宣教，总共大约花了八年的时间，从公元48年一直到公元56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面，保罗穿山越岭，漂洋过海，他的足迹遍布了半个罗马帝国。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也创造了很辉煌的成就，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不过八年的奋斗和辛苦辛劳结束之后，在前面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更沉重的捆锁和患难。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保罗感到难过，但是保罗自己却一点儿也不难过。第21章12到13节，我们听见了这些话，就连同当地的人苦劝保罗别上耶路撒冷。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有这样勇敢的心态，是因为他认为使命比性命更重要。美国的神学家 John Piper 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这样的， It is better to lose your life than waste it， 与其浪费你的生命，不如失去生命。生命当然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比起完成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来，性命的价值就显得不再重要了。第二十章二十四节的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英文是 Finish the race and complete the task。 保罗常常把人生比喻成一场赛跑，使命的意思就是跑完比赛，完成任务。只要跑完了该跑的路程，
完成了使命，我们的性命才有价值。没有完成使命，哪怕我们活得再长寿再健康，我们的性命也没有什么价值。这让我想到了三文鱼，现在正是我们加拿大看三文鱼回游的最好的季节。几年前，我和我的妻子来到 Port Hope 这个小镇看三文鱼跳水坝。哇，那个场面真是壮观，几千条的三文鱼就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条小水坝的前面，这些三文鱼就排着队前仆后继地想要跳过这个水坝。水坝不高，只有4米高，但这是三文鱼能够跳的最高的极限了。每只三文鱼都想要用尽他们全身的力气要跳过这个水坝，但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失败的。虽然失败了，他们绝不会放弃，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努力。最后只有大约 40% 的三文鱼能够成功跳过龙门，其他大部分的三文鱼都死在这个水坝前。上帝的创造真是奇妙伟大，这些三文鱼是来自2000多公里以外的大西洋，他们经过长长的圣劳伦斯河，千里迢迢逆流而上，先是来到安大略湖，然后从安大略湖向安省四面八方的这些小溪小河逆流而上，最终回到他们的故乡，就是他们的生命开始的地方来产卵。一旦三文鱼从海水进入淡水，他们就开始停止进食了，什么东西都不吃，只是利用他们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来作为能量的来源。这个几千公里回游的路程充满艰辛，一路上要冲破无数的激流险滩，不断的跳跃，不断的冲撞，到了最后，许多三文鱼他们的鱼鳞都会被磨落掉，身体的颜色也会失去他们在海洋中的银白色，变得遍体鳞伤，疲惫不堪，最后还要完成产卵和交配，最后死去，完成生命的轮回。至今科学家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三文鱼在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里面，他们不会迷失方向，他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回到他们的出生地点，误差只有几米的距离，这仍然是一个谜。三文鱼悲壮的生命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这是上帝给三文鱼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什么困难也无法阻挡他们，哪怕死在路途中也无所谓，因为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意义。弟兄姊妹，神给了三文鱼使命，神也给了保罗使命，神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使命。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在舒适享受当中虚度过去了，三文鱼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保罗也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与其我们的生命被各种享乐或者各种的忧虑白白的浪费掉，还不如选择像保罗那样，为了完成使命失去我们的性命，这样更值得。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保罗就按着耶稣所说的去做了，他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因为他相信当他为主失去生命的时候，他就得到生命了。在保罗留下的最后一封书信里面，他是这样看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的。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对自己的一生非常的满足，他一点也不后悔为主受了那么多的苦，因为使命比性命更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为了使命而失去性命，我们最终会得到生命，而且是带着荣耀冠冕的生命。保罗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主耶稣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事实上，保罗走过了耶稣所走过的道路。保罗最后去耶路撒冷的旅程跟耶稣有许多类似的地方。第一个是保罗和耶稣都是在耶路撒冷失去自由的。第二，他们都是去耶路撒冷过节，耶稣是去过逾越节，保罗是去过五旬节。第三，在前往耶路撒冷之前，他们都预先知道在耶路撒冷会有极大的苦难在等着他们。第四，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都苦苦地劝他们不要去耶路撒冷。彼得曾经劝耶稣千万不要去，保罗的同工也是一样。第五点，保罗和耶稣都是一样，他们都是自己下定决心要去耶路撒冷受难。保罗跟耶稣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做得到的，是因为保罗依靠圣灵的能力，他追随圣灵的引导。使徒行传被称为圣灵行传，圣灵曾经禁止保罗去一些地方传教，现在同样一个圣灵也捆绑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我要讲的第四点是心被圣灵捆绑。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心甚迫切原文是心被捆绑， KJV 的圣经就翻译为 bound in the spirit， ESV 版本的就翻译为 constrained by the spirit， NIV 版本是 compelled by the spirit， 总之都是被圣灵强迫，被圣灵驱使的意思。我们常常渴慕圣灵的恩赐，渴望医治医病行神迹，但是我们很少追求被圣灵捆绑。被圣灵捆绑就意味着我们要完完全全顺服圣灵的旨意，让圣灵完全掌控掌管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被圣灵捆绑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种迫不得已的外在力量在驱使我们去履行神的使命。这可能与我们自己的意念、想法和计划不一致，这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也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而是神的计划。当我们确信这是神的计划时，并且我们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这种被强迫的感觉会变成一种内在的强大的动力。所以保罗是被圣灵捆绑的，他不是被圣灵绑架的。被绑架是不情愿的，是被迫的，但是被圣灵捆绑却是自愿的。其实我们的心如果不被圣灵捆绑，就会被其他的东西捆绑。比如当我们的心被金钱捆绑的时候，我们为了赚钱再苦再累，哪怕每天四处奔波也不觉得辛苦，哪怕牺牲了我们的健康，牺牲了我们的家庭，我们也觉得值得。被圣灵捆绑也是一样，被圣灵捆绑就让保罗心甘情愿地为主去死。
弟兄姊妹，与其我们的心被那些不是神的东西所捆绑，不如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捆绑。保罗被圣灵捆绑是一种幸福的被捆绑，是一种满足的被捆绑，因为那个捆绑他的神是最终要把荣耀的冠冕赐给他的神。我讲的第五点是，面对未知的苦难，内心坚定。被圣灵捆绑的一个结果就是，即使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心里仍然充满平安。我们要完成神的使命的这个的意志，我们一点也不会动摇。保罗说，在第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认，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明确知道，去耶路撒冷一定会有捆锁患难，但是他并不明确的知道这个捆锁和患难到底是什么，会怎么样的发生，会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是被打，是坐牢，还是会被杀害，这些保罗都不知道，因为神没有告诉他。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充满平安，意志坚定的。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人生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未知的明天，特别是今天新冠肺炎流行的这个的时代。但是作为基督徒，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知道的，就是明天一定是会有苦难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要我们想当一个认认真真的基督徒，未来就一定会有苦难。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需要知道明天有什么样的难处。最重要的是，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像保罗一样把使命看得比性命更重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平安，充满坚定。我要讲的第六点是使命之一，心系同胞。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去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帮助已经信主的同胞，另外一个是为了没有信主的同胞，这是他的第一个使命。虽然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忘记故乡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刚刚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曾经过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凡物公用的生活，但是到了保罗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变得经济上非常的贫困了。保罗就四处的奔波，在马其顿省的各个外邦教会募集捐款，现在捐款已经收集完毕了，他就带着对耶路撒冷同胞深厚的爱，把这个捐款带去帮助他们。哥林多前书16章3到4节，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你们可以和我同去。保罗不但挂念故乡的教会，他也深爱在他的故乡耶路撒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同胞。他对他的同胞爱到一个程度，愿意死在他们的手下。保罗深爱自己的同胞，他外出旅行宣教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无一例外的都是先到当地的犹太会堂去传福音，
只有当犹太人拒绝福音之后，他才会转向外邦人。他是这样形容自己对同胞的爱的，在罗马书九章三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在耶路撒冷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犹太同胞，为了有机会让这些犹太同胞信主，保罗宁愿自己被自己的同胞所捆绑，像耶稣一样死在自己同胞的手下。这是保罗被圣灵捆绑的结果，他先愿意被圣灵捆绑，才会甘愿被自己的同胞所捆绑。21章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弟兄姊妹，我们先要被愿意被圣灵捆绑，才会心甘情愿被人所捆绑。这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应用，我们对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亲人，对于我们的故乡，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同胞，我们是否也有这样深厚的爱，为了让他们信主，甚至死在他们手下，我们也愿意呢？保罗愿意，你愿意吗？我讲的第七点是，保罗的第二个使命是兴系外邦教会。保罗虽然没有结婚，他没有家庭，但是保罗有属灵的家庭，有属灵的儿女，以弗所教会就是他属灵的儿女。在保罗和以弗所教会告别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流泪的父亲和自己的儿女告别一样。20章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20章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虽然保罗是一个连死都不怕的硬汉英雄，但是他跟我们电影里面的英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心目中的硬汉和英雄是不会轻易流泪的，即使流泪也不会轻易让人看见。但是保罗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丰富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投入进去，去爱教会。他常常会哭，而且是公开的哭，他是流着眼泪来履行他的使命的。虽然说保罗说自己在以弗所教会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这是一种夸张的羞耻手法，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但是保罗的确是一位流泪的使徒。对于神，保罗是仆人，对于教会，他是父亲，是一个流泪的父亲。我们的使命有轰轰烈烈英勇就义的时刻，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就像保罗一样，是谦卑流泪，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生活对别人完全的透明开放，让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为人处事都完全不需要隐藏的。这就是我们给别人做榜样的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改变人心。这让我想到，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都需要向保罗学习。保罗建立以弗所教会的方法，也是我们培养儿女的方法。保罗怎样投入全部的情感去爱教会，为教会谦卑流泪，忍受痛苦，我们也要这样来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像以弗所教会一样
健康的成长。但是请记住，虽然保罗投入了他很多的情感，但是在他该放手的时候，保罗仍然会放手，他不会控制教会，因为教会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耶稣的。我讲的第六点是，教会是耶稣的血买来的。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虽然没有哪个教会是完美的，有的时候甚至很糟糕，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会吵架会犯罪，但是每一个教会都是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耶稣是教会的主人，耶稣会最终对教会负责。保罗离开之后，他完全有信心把自己亲手建立的教会交付给神的道。第七点是使命完成，把教会交给神的道。二十章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完成了建立牧羊以弗所教会的使命，完成了他八年的自由宣教的使命，也结束了他的一个人生阶段，他要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他结束了一个使命，又要开始迎接新的使命，就是以囚犯的身份把福音传到罗马。他是放放心心的离开的。今天我们对保罗的榜样有一个很好的应用，我们为人父母的也要像保罗一样，对我们的儿女倾注我们全部的爱，但是不是控制他们，因为他们是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呕心沥血从小教育他们学习神的道。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的儿女长大了，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放心大胆地把他们交付在神的道里面。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每一个的使命，每一个人的使命都是不一样的。神给保罗的使命是传福音，是见证福音。神给你的使命可能是在家里面教育孩子，或者是在特定的职场上有所贡献，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所服侍。不管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请记得保罗今天给我们的榜样，使命比性命更重要。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很短暂，保罗的人生也很短暂，他三年的宣教旅行，自由宣教的生涯总共也不过八年的时间。我们也需要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健健康康享受自由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即使我们不会像保罗一样为主做囚犯失去自由，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的，对吗？我们也都会有走不动失去自由的一天。记得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活得健康长寿不是必须的，我们40岁死去或是90岁死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内心充满满足，毫无遗憾地对主说，主，你要我跑的比赛我跑完了，你给我的使命我完成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你。你有权利使用我们的生命，你有权利
让我们为了你的使命去奉献、去牺牲，哪怕死也是值得的。主，让我们记得主耶稣你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记得保罗跟随了主耶稣的榜样，愿意为了履行他的使命，即使死都是心甘情愿。主，让我们也愿意像保罗一样，我们的心愿意被你的圣灵所捆绑。主，你捆绑我们，让我们愿意去到你让我们去的任何的地方，哪怕是离开多伦多，哪怕是离开我们舒适的家，我们也心甘情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And now let's prepare our hearts for the Lord's table. In Matthew chapter 26, verse 26, it says this: While they were eating, Jesus took bread, gave thanks, and broke it, and gave it to his disciples, saying, Take and eat, this is my body. Then he took the cup, gave thanks, and offered it to them, saying, Drink from it, all of you.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covenant, which is poured out for many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I tell you, I will not drink of this fruit of the vine, from now on until that day when I drink it anew with you in my Father's kingdom. When they had sung a hymn, they went out to the Mount of Olives. Let's pray. Dear God, we come before you. Thank you so much.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Thank you so much, Jesus, that you gave your life for us. You bore our sins on the cross in order that we might have eternal life for those who believ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great sacrifice. And with this sacrifice, we realize that we have now died to ourselves and we no longer live to ourselves. Help us to live for you. The life we now live, we live for Christ. Christ in us is to live. So Lord, as we take part in the table right now, with the body of Christ broken for us and the blood of Christ shed for us, may we remember that now we belong wholly and completely to Jesus Christ. We praise you and we thank you. Thi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了你们的缘故，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And then Jesus also took the cup and gave it to his disciples and says, 这杯是用我的血，
说理的心也。你们每分合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